大家好，新闻大解读，我是主持人胡忠信，我来介绍两位贵宾，他们被网民形容为浩杰二人组哈，我讲都要忍忍住不要笑出来哈，或韩非，或地谋，或头号韩黑，其实他们今天出现绝对是巧合，而且是三催四行，因为一,一南一北哈，必须时间安排好第一位，桃园诗言王浩宇先生，大家晚安；高雄诗言黄杰小姐，大家好。我跟各位报告哈。 这是几天前了、啊，我在报纸，这是中间集团哦，间哎、欸、是干跳的干哦，哦，干跳的干了、哦、哈、哦，这是你看那个七月二号哈、哦、礼拜二的新闻，罢免黄杰、王浩宇，网路火热展开。我看到以后啊，我马上跟我们制作团队说，优先邀请他们两个，因为大家忙，忙到刚好今天就昨天，也就是他们的对象，韩国瑜市长成为。 国民党党内总统参选人的哈，这是参选人，而且变数很多。来看一个段新闻，来，高雄市长韩国瑜周一晚间搭高铁回高雄，一上手扶梯就被枪。 这句话就是要算韩市长的假日选市长承诺，星期一请事假跑去台北参加国民党中央的民调公布，不止市民呛吓，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也公开逼退，开记者会要求韩国瑜辞掉高雄市长。十市长避免空转，不要当政治跳蚤。近六成的高雄市民更反对他代职参选总统，所以在这边呼吁，请韩国瑜把高雄市长。 还给高雄市民吃掉高雄市长。尤其九月即将召开定期大会，韩国瑜一旦代职参选，九月二六二七连续两天的施政报告，议员们就质疑韩国瑜可能会请假，甚至还赌上五百份香蕉煎饼。如果韩市长到明年一月十一号总统选举前没有请任何一天假，我请五百份香蕉煎饼，请高雄市民来吃。 要当高雄市长，又要选总统，韩国瑜是鱼与熊掌全都要，也难怪民间联署罢免的声浪不断升高。就连监督市政的绿营议员也都口径一致，要求韩国瑜自动请辞，不要耽误市政。那么巧，韩国瑜市长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的第二天，因为这个因素，因为有人扬言罢免黄杰跟王浩宇两位议员嘛，于是我们安排刚好刚好今天，这绝对是巧合、哦。但是韩市长今天早上定调了。 市政及选举，最好的证件就是做好高雄市政。禅宗有一句话：“逐二兔之余，你一只狮子同时追逐两只狮子是笨蛋，逐二兔之余，禅宗说啊：“狮子搏兔，心无旁骛啊！你专心市政或专心选举啊，会令金刚经》还《新经》的韩国市长。” 虽然我基督新教徒，但是我总相信狮子搏兔心无旁骛啊！你就是逐恶兔之鱼了。你看，你的潜在对手柯市长今天讲话了，荒谬！这是今天报纸的头版了哈，我只不再赘述了，我只引用就好了哈。我很快让大家看这报纸，不同立场报纸。其实外强敌内整军，昨天。 我就透露了，我的消息来自国民党啊。等下第二轮我再再拿出来。哎、欸，国民党内部先把含黑资料先丢给我嘞。不是民进党哦，民进党无法搞了。民進黨那民进党他搞，去年也被都，去年也算过被输给吞口了哈。好，到底你要冲市政还还还是冲总统？我看不清楚在搞搞什么嘛哈。好，当然是柯文哲市长认真思考这是我们第二轮再来论述，导是。 蔡英文总统一个最强而又有力的助选人，就是解放军，哎、欸，还规模要比照一九九六更大规模哎、欸，但是美国也不示弱哦，不要惹台湾哦，导致《纽约时报》可以说全世界最具有公信力报纸发表评论，我特别引用，来，请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说啊，台湾人面临亲中还是亲美的选择啊，讲得真好，特别因素。他说啊。 韩国瑜市长啊，在六月一号这场合，他说他最崇拜三个人：蒋经国、李光耀跟邓小平。哎、欸，这三位都是威权时代的领导者、欸。哎，原来韩国瑜市长就是二点零版威权的崇拜者、欸。哎，好，重点报道也提到，韩国瑜曾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倾向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结，以提振台湾经济。但在反宋中抗争爆发后， 还说不接受一国两制，他说不知道不晓得头昏啊，打鼓打到头昏啊。来，我们请两位这个浩杰二人组的男性组来，浩宇，请你评论，做我评论。对，其实我觉得最近吼，我感受到其实就是因为我每个礼拜就是两三个礼拜就下高雄一次，我觉得高雄人对于韩国瑜的不满意度是持续的上升以前我过去的时候，其实。 一开始大家对我是冷冷的，然后有少数人说你讲的不错，可是现在基本上是我一上捷运之后，大概呃就一大堆人跟我竖起大拇指，然后我坐计程车的时候，计程车司机到了定点还不放我下车，因为他就是要抱怨，<laughs> 他说当时韩市长答应我们说我们会发大财，可是议员你一定要在电视上帮我讲多几次，就是我们真的没有过得比较好，我们基层过得真的很辛苦，这个韩国瑜真的是不行，这个是现在高雄最真实的情况 那那一天，我跟朋友就坐在呃便利商店外面，我们喝个饮料，人家看到我就以为在罢免韩国瑜啊。每个买完饮料出来就说要连署、欸，哎，短短的坐在那边，我们只是聊天，半个小时就签了几十张的罢免，这个是多么夸张离谱的事情。这代表说，其实高雄人对于韩国瑜的不满意啊，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数字，而且感受是非常的明显。 那事实上，高雄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其实任何一个城市，其实大部分的网购都越来越风行。其实那种所谓的百货公司或店面的经济本来就在衰退，那高雄又特别严重。你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在去年一阵子的一个融井之后，所谓的韩粉店其实几乎全部都倒闭了。很多人他是趁着韩国鱼过来开一些餐饮店等等的，包含我们中立有一家挂了很大的这个唯一支持韩国鱼的火锅店，最近也在顶让了。 哦，所以这个所谓的发大财的经济，很明显的被看出来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政治最后喊再多的口号，还是要回到你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民众的问题，包含青年北漂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高雄的人口在前几个月是不断的下降的，在这个月才稍微有回升。据说是很多人要回去帮忙罢免。哦，那重点是你对市民的一个承诺，或者你选举提出来的口号跟这些。 呃，你想要改变的地方能不能真正的让民众有感？我觉得高雄人是无感的。那其他县市其实对他的制度其实还比高雄高，这代表说大家对他还是有一点距离美哦。就像柯文哲一样，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满意度也是比较低的吼、哦。那所以我是认为说，韩市长未来要选举，要能不能竞选总统，其实他的所谓的市政还是重点。所以如果他能够抓到重点。 把高雄的市政好好做好，我觉得他的民调不会崩盘的这么惨。否则，我觉得未来他还是会面临国民党内甚至国民党外内外的加工。那这个部分将是他很大的挑战。我我要肯定浩宇兄哈，因为我常跟他请教民调，绿党的民调，在所有民调里面，我最关注绿党民调，精准度超过其他，其他民调都是机构效应。那我还是要补问你哈，那怎么解释？ 昨天四四比二七，韩对郭，甚至这个韩对蔡是四七比十五。你如果说民调低，如果说那香肠瀑布啦，或者那或杏仁哥都没有啦，中立的啊，那怎么解释这个高民调？呃，绿党上个礼拜在做韩国渔民调的时候，其实我有到现场去监听。那我听了之后，其实我就感受到很多人在反串。 帮我听到一个年纪蛮大的人硬说他是二十岁，这种情况很频繁。哎 <laughs>、欸，苦淡哎、欸、哎，欸、对，老生言苦淡哦、喔。就甚至是有一个更夸张的，就是一个年轻的美眉，她就说她支持柯文哲。一说完支持柯文哲之后，旁边传来好像是男朋友的声音说。嗯 要说韩国语啦，他立刻改韩国语然后全然后全场笑成一团，所以这种所谓的反串情况有没有？当然是有的。那事实上，这个民调在上礼拜之前，其实我自己就预估，其实对韩国瑜会相对的有利，而且会拉大这个差距。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采用市化的民调，之前我就说过，市化的民调韩国瑜是领先五趴到十趴的幅度的。第二个部分是，呃，韩粉确实有等电话。 我们中立就有这个夜市的群组整个夜市一个礼拜都休息，这些韩粉在群组里面，大家都不赚钱，不做生意，这个等电话的粘性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所谓的反串效应。你说这些绿粉有没有反串？当然是有的。绿党这个礼拜的民调，虽然韩国瑜还是处在高点，可是我们昨天晚上做了大概一半，就已经明显的感受到。 没有上个礼拜高了，而且我们特别提醒他们说，诶已经提名结束喽，你不需要再反串喽。嗯、那这个民调结果越来越趋近于真实了，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瑜未来他在竞选上还是要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哦、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找两位年轻人？我要特别对在中国内部的大学生、研究生跟社会青年说。 看看台湾的年轻人，他能够独立自由思考、啊。我特别邀请他们来，就是他，因为很多人看我这个节目以后啊，写信给我，或辗转想办法写信给我說，说很多研究生能不能来读台湾的一些大学的博士班学生。所以我说来，來我帮你写推荐信。哎、欸，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被压到底了，欢迎你们来，我会帮你介绍好老师、好学校，我帮你写推荐信。哦，我要让你知道，就像我。 哎，二十年后你们可能成为他，中国的国家领导者哦，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哦，我是这种心情哈、哦，黄杰小姐哈、哦，我跟她更密切接触，不是这个所谓的白眼女神了哈、哦。其实当然她因此一炮而红，一鸣惊人那是一回事，但是她在这个事上我节目态度非常谦卑、平常心。我公开肯定过了，最爱主要是六月二一、二二、三三天，因为我们这个尤其是琉球之行哈、哦，老兵团。 我一路看看他，看在眼里，他是我所看到最认真的艺人了。他就像他所学的专专业的社会学或公共卫生啊。哦，比我认真啊！我算都很认真啊，我们都每天睡三四小时哦。他到每个博物馆、每个景点、每个历史现场做笔记、拍照，跟他的办公室主任。哎，这就是我我们要希望的民意代表。两位都很优秀哦。他们呐、啊，十年二十年会成为国家领导者的、啊，我有信心啊。 我们就是要提供舞台给他们嘛。我公开讲哦，如果有人罢免黄杰小姐跟王浩宇先生成功，我现在公开讲，我负责替他们两个募款，我负责只全台湾只替他们两个站台选立委。我现在大家可以作证，我宰掉七花八鸭呢我负责募款只替他们两个站台。啊，黄杰小姐，你的感想？因为你不能叫白月女神了、啊，就是华格纳歌剧《飞翔的女武神》了哈。 华尔奇利亚，瓦卡里哈，瓦<的>卡里，飞翔的女武神。好，来，就说。嗯 好，我想要先想分享一下，就是目前韩国瑜市长他在高雄到底面临到怎么样的处境？其实刚刚浩宇也有讲了，因为像我们服务处也是一个代收点嘛，所以其实从六二七到现在，每一天我们的服务处的呃连锁书都是爆炸的多。然后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说，哦，我当初是投韩国瑜的，但这半年以来他的表现实在是太让让人失望了，甚至他挂上一个落跑市长的名号，这会让人没有办法接受说。 呃，你为什么脚踏两条船？你一心口口声声说你爱高雄，结果你表现出来就是一心想要总统的位子，然后没有任何的实质的。 帮助跟呃他的努力是在在爱高雄上面，所以大家会当然会觉得很不能接受。你作为一个市长，你这样子真的有办法选总统吗？你这样子真的还要继续当高雄市长吗？所以我在这边也想要再一次的呼吁韩市长说，如果他真的有心要专心的选总统，他就应该要辞掉他的高雄市长，然后专心的竞选他的总统大位。 那至于说他其实走在路上，我们也都会，我都也会收到说很多人给我罢免书，都会跟我说，哦，你可不可以就现在顺便带回去？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这边有几十份、几百份，然后所以我觉得到年底十二月开始进行正式的二阶的话，我觉得三十万份其实不是难事。然后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也是蛮乐观的。那再回到说韩市长他在高雄市政上面的问题。 因为他其实最近有列了他到底做了什么政绩，但是他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前朝留下来的，包括说华邦的投资，然后包括说他说观光客带来几百万人次，但其实每年高雄市的观光客早就超过三千万，所以就会不知道说整个市府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甚至他把夜宿。 到处换地方睡觉，这样也算一个政绩，放到他很自豪的一项他的政绩的列表上面，大家就会实质发现说，这个他是这个市长是没有能力的，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高雄市政顾好，那他连高雄市政都顾不好了，他真的有办法进行处理国政吗？ 所以，这都是目前我们高雄市的新生。那接下来，其实还有很严重的问题是，夏天到了，登革热有可能越来越严重，然后再来有台风季。那面对这些考验，韩市长他。 有心要解决吗？他真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有办法对高雄市民是帮有帮助的吗？这都是我们真的非常诚挚的担心，就会觉得说，万一他真的跑去选总统了，他一天到晚说平日要拼市政，假日选举，结果现在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全只一天到晚，一周七天全部都在拼他的竞选活动，那这样子谁来帮高雄作证？ 台风真的来了，谁来调度？谁来做一个指挥的中心？那他当了等于没有当嘛？那这样的市长到底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高雄呢？希望他可以尽早赶快跟高雄分手，高雄人已经对他没有心了啦。嗯、他为什么不吃高雄市长？韩信说破釜沉舟啦，哦，哎、欸，项羽是破釜沉舟，韩信说背水一战嘛，总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为什么？表示还恋战嘛，唯恐。是啊。 抓不到着陆着陆，抓不到那只鹿嘛，对不对？还要回来，对不对？表示他对总统也没有信心嘛，是不是？是啊，其实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骑驴找马的男人，就是觉得说我现在有一个女友，然后我在，反正女友还在身边，那我想要去追寻更好的，但是我也不会跟现在的女友分手，哦、大概是这种态度吧、哦哦。好，这个问题应该请教吴子嘉先生吧。这个搞个大乌龙到底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嗯、反正我们就依照华丽程序哦，这個、要请教吴子嘉先生哦。 刚好在走廊遇到这个郭台铭先生的那个永林基金会执行长，我特别邀请他，透过他邀请郭台铭先生上我节目，而且哎、欸，郭台铭董事长从善如流，有没有记得我昨天很很不客气说，郭先生讲台湾那么困难吗？你看哦，我对中华民国的爱什么什么好怎么怎么好？昨天中午啊，国民党一宣布韩国瑜是是是总统参选以后啊。 黑函就来了，不能说黑函哦，检举就来了。来，今天终于具体来了哈。我我要请教哈，请各位注意看哦，这具体的哈，维多利亚学校财团华人叫财团华人哦。好好看这校区，在校区前景哈，校区前景好看了、哦。然后呢，在校区旁边，也就是韩国瑜先生、李嘉文小姐所购买的农舍，请看看。 这建筑风格像不像同一家厂商承包的？而且建筑的时间点都一样。好，检举函来了哈、哦，我相信我跟各位报告好吗？消息不是民进党，民进党不会摘掉。那还搞哈，民进党被输啊痛苦啊，骨龄算股了，骨龄骨龄大家贴出来了。我的消息是国民党，现在国民党都得派我白讲，我白讲，但来主分里面在地啦，在地的人都知啊嘛。 你你是当中哦，是婚姻观国民党派黑了吼，都是派我来讲，好。请这先看哦。李嘉芬小姐表示，位于云林县古坑乡田心村的农舍是八十七年到一九九八嘛，哈，开始兴建，八十九年取得使用执照，他并不是起造人。当年因风暴、金融风暴、房地产低迷，二零零二年、九十一年、二零零二年，他想住到偏远安静一些地方才买下。哈，注意哦。 一九九八哦，好，那一九九零哦，那二零零二哦，好，爆料者哈、哦，因为也许他不习惯使用网络或手机，所以不是那么顺哦。我把它改了几个字，断逗点都断断不好了哈。因为派系人物总是不是知识分子，所以我把它断点吧好好，收修几个字，好好练哈、哦。来，请看他的龙舍盖的资金应是挪用维多利亚学校资金，若是。 则是背信掏空。我特别请教律师，什么叫背信掏空？因为很多私立学校是用学校的财团法人的钱去买私产哦，变自己的哦。好，掏空。我特别请教律师，我今天打电话给黄文玲律师，说背信掏空，他说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好，云林县的在地人说，这个农舍是二零零二年购入，学校是二零零四年创立。 同时新建龙舍，二零零二年完工；学校二零零三年完工，因为学校比较大嘛。社校，因为它文笔不是很好了哈、哦，又打造完了校舍。好、哦，反正学校跟黄色是由同一件商已经破产招楼啊盖的风格，是不是很像？来，再來看看风格是不是很像？来，这是台龙舍哦，好校舍哦。 哎、欸，建材可是一样，屋顶颜色都一样哎。好，再对照一下。哎、欸，李佳文小姐，你千万不要跟林德瑞先生一样，职业说谎家好吗？你快变职业说谎家了。你看，你说这是1998年开始兴建，1990年使得执照。哎、欸，那那没有执照怎么可以兴建了、啊？好，然后并不是起造人，然后2002年。 哎，看看这里，二零零二年完工，是二零零三年。哎，这表示云林的派系人物提供信息是正确的哦。以上消息来自国民党内部哪一派系？我不讲，一团团结，一团心结嘛，刚跟杨新南玩嘛，新新辉去啊嘛啦。那浩宇就这对这个问题，我听说。 周刊杂志也在追踪，应该明天会报道吧？是不是？听<對>听说了？我有听说类似的讯息，但是我们目前就是很难把资历资料弄在一起，因为那个没有金流。可是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他说他是想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住，而搬到云林去盖这个农舍嘛。可是问题是。 那、啊、你旁边你就在盖维多利亚学校、啊、所以真正的原因，欸、这个叫维多利亚秘密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原因是 Victoria Secret 啊。对，真正的原因就是你为了要经营维多利亚学校，所以你全家搬到那里嘛？那为什么要找一个理由说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呢？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李加芬从头到尾，我觉得说话都不是非常的老实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凸显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广告不实真的很严重。从选举到现在。 这个塑造的所谓的庶民的形象，真的感动了很多民众，特别是底层的民众。我遇过很多所谓的摆夜市的、开卡车的这些人，他们真的很喜欢韩国瑜，因为他们觉得韩国瑜跟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他很贫穷，他是来自于底层，可是从头到尾他就一点都不贫穷嘛。 如果你去查，你就知道李家芬的家族在云林不但不贫穷，而且他还是所谓地方上的一个权贵。我有，我算过，至少家族一亿起跳，至少一亿、啊。我们不知道他的。地板是一亿起跳哦，讲的很保守，一亿起跳、哦。对，那怎么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财产，包含了他们过去是做什么事业？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查嘛，这个地方都知道。是砂石吗？听说是砂石业了，我不知道李嘉芬自己要说明，但这个听说是合法的。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的家族在地方上，你明明就是一个权贵，明明就是掌握了权力，掌握了金钱，掌握了政治上面的所有的利益，但是你要把自己包装成庶民，我觉得这个就是广告不实。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么相信你的这些底层民众，现在遇到我的时候无话可说？ 去年年底，这些捐钱给你、不工作到南部去停你的卡车司机啊也好，夜市摆摊的有一些人也好，现在为什么再也没有办法相信你了？我觉得这就是韩国瑜应该要面对的问题了。那政治人物其实，呃，很多政治人物家里也家财万贯，也非常有钱，这不是一个错嘛？有钱人从政，其实全世界川普也很有钱啊，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重点是你明明就是家族的财产非常多，你明明在家族在。 地方上就是权贵的角色，你硬要把自己包装成庶民，硬要把自己假装成没有钱竞选，明明就可以拿出几千万选举，说成好像只有矿泉水卤肉饭，我觉得这个叫广告不实。 这个是韩国瑜要跟他的支持者好好说清楚的。那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来自于国民党内部，我认为啊，当然是国民党内部啊。重点是，当然是国民党内部，而且是营营地方派系啊。我讲清楚啊，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未来的内斗才开始。国民党为什么有人要去爆这个料？就代表说很多国民党内部的人是不希望韩国瑜当这个总统的。所以未来我想这个料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我觉得杀伤力会越来越大。你已经想想看了。 这种事，国民党党中央怎么可能知道嘛？我们都在天龙国，我也不可能知道啊。但是哦，我要强是财财团华人哦。我把它换算哦，李家芬哦，真是职业说谎家了。来，因为他讲那个民国，我就把它算成是1998年开始兴建，公元2000年使使用执照，2002年住进去买去。哎、欸，那人家爆料的哈，因为爆料他他是用公元来，哎、欸欸，用维多利亚财团华人的校产去买。 买黄色变自己的名字，并不是韩国一夫妇出钱哦，注意哦。然后呢，龙社二零零二年购入学校，二零零四年创立，同时兴建完工。哎、欸，这完工可跟李嘉文讲的一样。哎、欸，龙社二零零二年完工。哎、欸，他说二零二零零二年买，还偏远，就在学校旁边，叫偏远。哦，我希望黄杰小姐啊，我把户本啊烂给你啊，你在私会要咨询。嗯，而且啊。 我公开讲，我已经请剪掉查金流，因为我没有公权力报查。我公开讲哦、喔，我已经把这资料给剪掉单位，我不讲哪个单位，我立即给剪掉。公民菊菊花查金流就知道了，是用维多利亚的笑传还是李佳温小姐自己的账户？金额一堆就知道。如果是拿笑传阿里西啊，掏空背信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民党。 如果是事实的话，二点零版二点零版换做计划准备好来，汪洋小姐。嗯，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整件事非常奇怪，是从一开始这件事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急着要拆掉他们的农舍，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行为对大家来说很明显，你就是想要欲盖弥彰嘛。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急着拆呢？所以他的急着强拆这件事，大家都已经产生非常大的疑问。那事后他们也不解释，也没有要去尽到说明的责任，反而李家芬是第一时间出来说什么、哦：，我们的农舍跟有钱人比起来也不到万分之一，说他们农舍没有很贵。那请问这样的解释对于大家来说，大家会有任何被说服的感觉吗？不会吗？就是越 越凸显这整件事的荒唐性，更显得他们这整个家族，他们是不是在做一些亏心事，或者是他们背后到底还有什么秘密？像你说的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出来跟大家公众说明啊，是不是在法律上有一些违法的部分，然后有一些需要。 澄清的责任也好，你的政治责任也应该要尽到说明的责任。那从头到尾，韩国瑜都不对这件事表态嘛，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他身为一个庶民，他庶民说的这么大声，然后大家也说他要庶民选总统，然后总统要选庶民。那请问他背后有多少资金是来路不明的？他的竞选的经费，然后包括他的财产。 还有包括这个农舍，这些都是他要去解释的啊。那这些问题他都没有一项愿意出来说明。那这样怎么叫人民相信他还是庶民呢？那如果他是庶民，那一般人是什么？然后他继续用这种所谓的，像刚刚浩宇说，这是一个广告不实的状态。然后他一直用这些用口号来欺骗人民，这就是政治人物最大的问题啊，没有诚信嘛。 他连诚信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要怎么样让人民继续相信说未来他还是一个我们的庶民总统呢？哎、欸，国民党真是哦，昨天哦，哎、欸，我是不信风水的啦，啊，但是就有人会注意国民党，原来国民党党中央后部后后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鱼池养鱼鱼，哎、欸，就这个了，哎、欸，这只有你们国民党知道吧？ 知情人士表示，党内人士五六月间陆续在国民党党中央后面，然后一个水池养九尾龙鱼了，以求这个反正风水好，要要出皇帝嘛，哈啊！结果呢，被戏不戏？昨天宣宣布那个总统参选的民调以后，你看，请看这个新闻，韩国瑜出选胜出，国民党风水池中龙鱼竟同同天跳池死亡，还、啊、跳了，哎、欸、哎，你看，哎、欸、这个，哎假扮秀闻，这谁量的、啊？当然是你们自己写的嘛。再度换住的前兆，你看，哎、欸，这东西够生动没有？ 坦白讲，谁会注意国民党党中央的事情啊？只有你们国民党内部嘛。嗯、这个新闻就是你们国民党自己拍照丢出来的嘛。哎、欸，韩、嗯、国瑜先生，你的敌人啊，不是民进党啊，是你内部的敌人啊。内、嗯、部才可怕、啊，对不对？团结一团心结啦。郭台铭董事长还有机会啦。听说我听你执行长说你要出国旅行，不要啦，赶快准备，也不一定要拖党。说你换住二点零，你你,你是国民党参选人，还还有希望啦。好。 卡管刷跨被修掉，看看柯市长的反应，请。所以你认真思考之后有答案了吗？欸、这个这么困难的题，目，哪里是一天可以想出来的？要不要参选二零二零？哪怕蓝绿初选都出炉，柯文哲依旧不松口，继续卖关子，还搬出老子《道德经》，暗喻不一定非他参选。生而不是嘛，哈，为而不有，功而不居嘛。解放不一定要是我们自己去解，不管是小燕或是韩国瑜，他们都我们应该是给他一个机会来。 让他们说明一下，他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说，哎，台湾会在将来会比较好，也能把自己垫高到比蓝绿更超脱。柯文哲还要人民好好思考，台湾为何走到如此地步，更趁机好好揶揄蓝绿两档因为我们台湾总会走到今天这种局面我我倒讲，我觉得不管是读明史或读那个二次大战史，都感触很深。你的《明史，明末天下大乱，流寇四起，朝廷无力禁剿。 现在的现在的台湾状况吗？哎，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吗？还是一九三三年？我要跟大家讲哦，希特勒不是武装政变上台的，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用投票的方式放弃这些权利，涌入希特勒上台。为什么？因为人民太绝望了、啊。引用过去历史事件，感叹台湾现今状况。对于蓝绿两党的初选民调，柯文则更是无法认同。你看看民进党的民调结果，跟昨天国民党民调结果。 我我我如果要做评语啊，就两个字叫荒谬。好一点好一点讲说，台湾人民太调皮了。哦，啊另外一个角度啊，台湾人民这个实在是太变得病一忘了，是不 我我倒还是那句话的，我觉得台湾不应当今天走到这个局面，这个这个整个社会太乱。不但很酸蓝绿荒谬，提到林非凡兼任民进党副秘书长一事，他更是趁机借题发挥，炮轰蔡政府说谎诚信。都明明这人事都确定，你在前几天开记者会，所以这这是一个不把诚信当做重要的国家嘛。所以所以你看，如果说赖清德的上台哦，那苏贞昌的上台，或是林瑞环上台。 我就用四个字来形容收说谎成性了。那为什么说谎成性？因为人民对这种政府说谎也不会很在意嘛。将过去盟友骂得一无是处，柯皮尽管对二零二零没给答案，但炮火全开，声量一点都不输蓝绿参选大咖。不是说谎成性了，这是美国华盛顿邮报啊，这 Woodward 哈、哦，这伍华德先生所写的川普传记里面，他说川普是 professional liar，职业说谎家啦。 我说那个国民党前行管会主委林德瑞先生虚报党产了没有？明明一千三百五十亿，他说两百二十五亿。我说他是职业说谎家了。韩国一夫妇职业说谎家了。我找关键字哈，因为哎，最近这个柯文哲市长突然有学问了哦，谈突然谈一下明代末年一六四四年李自成进京流流寇哈，但是我都不太注意，他好几次讲一九三三年。 哦、因为我做历史，其实一九三三年啊，关键是我耳朵都竖起来了。一九三三年是纳粹元年呢，希特勒那年夺权，我不知道为什么柯市长一直举一九三三啊，但是如果啊，我们失去警觉啊，明年啊，看各位，民主国家如如何死亡啊？哎，委内瑞拉是一个例子哦。今天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是哦，有没有记得？ 在阿拉伯之春，也门是最早革命革命的国家，现内乱了。民主国家会死亡的哦。另外一本，民主会怎么结束？看到没有？会结束哎、欸、哎、欸，各位，我引用美国开国先贤之一的汤姆斯潘恩写本长诗《康文森》说的：“自由的代价是保持恒常的警醒啊。” 来，我再引用昨天这这我朋友寄给我的，这我朋友做的哈、哦，表示他年纪蛮大，应该至少五十岁以上，至少五十岁。来，我引用一下：今日韩流，昨日红源，主题是发大财，主心就是退休金公教。韩流和三十年前的红源系出同源，红源案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最具代表性的地下投资公司，它透过眷村军公教体系人脉。 以月息四分，年息四八四十八派不得了啊！的高额利息，吸金千亿，后来垮了。这三个人叫做沈长生、刘铁球、邬永明。好，这位我这朋友自己写的，他韩流也不过就是红岩案、欸，地下吸金中公司啊，直销大会啊，那个类似那个基督教那个奉新布道大会，但是他他他传是发大财的梦了哈、哦。 而且呢，问他一国两制，问他香港反送中，不知,不知道不晓得头昏了。哎、欸，昨天记者会，美联社记者问他说他外交政策，他说书面报告。哎、欸，国家领导者，哎、欸，有没有注意哦？只要谈到两岸外交，他不敢不敢碰了，逢中必闪。为什么？其中必有缘故吧？逢中必闪，为什么不敢不敢当面讲？说所以美联社问他，他马上闪哦。 而且今天早上记者会说，只要牵涉到国家大政，两岸外交国王都用书面。哎、欸，你搞成正校 M，来浩宇。其实哈、喔，我是觉得韩流就是一种，我我我真的把它当做一种信仰哦。因为其实我我常常遇到一些韩粉，然后我每天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每每天都要跑基层两个小时去跟韩粉去对话，因为我觉得对话才是找到他们的一个信仰。他们他们有理性跟你对话吗？有。 我觉得有,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信仰，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理念，他们是信仰。欸、你讲信仰这个字都羞辱了信仰啊！就他们對,对对，基督教、天主教或佛教或任何回教，说是信仰，这根本是一种疯狂的群众运动啊！对，这可怕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觉得他们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我每次跑跑市场，比如说我今天到了 A 市场，我到了 B 市场，我到了,市我到了 C 市场，我遇到三个。 一个卖猪肉的，一个卖菜的，一个卖鱼的，三个截然不同的韩粉摊贩。可是当我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讲的话题是一样的。当你对他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回的话是一样的。回什么？比如说我我说我说韩国瑜没有在专心市政啊，可是他们立刻那一天可能就说，可是郑文灿也搞到桃园都淹水啊，下一句一定回同样的话哦。然后接着他们就开始解释说啊，韩国瑜多认真的在清淤，所以。 我是认为说，韩粉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厨房，我们所谓的一个韩天集团，他们是供应这个养分，供应这些资讯，然后不断的在造神。那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韩国瑜一旦做不好，出现什么负面新闻的时候，你永远可以看到他们在节目上转移话题。比如说那几天韩国瑜爆发很多的争议，包含股票的争议，包含了保险的争议的时候，我们桃园小淹水就被扩大成大淹水。嗯 我从来不知道那一天的淹水这么严重，它只是一个局部地区几个里的淹水，而且一个小时之内就退去。但是我的办公室接到了一百通电话骂我说，为什么你不管这个淹水？根本不是发生在我的选区啊！那是因为某一个电视台一整个下午三个小时都在一直重复的播放说桃园水那,那这不是在湘西赶尸吗？<是>整批人被湘西赶尸。 过来，再冲着你而来。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用来转移话题。当韩国瑜出了任何 trouble，当韩国瑜在所有的执行面上或理念上受到质疑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找到一个郑文灿，或找到一个王浩宇，或找到一个黄杰，他是要去转移话题的。所以我认为今天他们要罢免我，或者罢免。 黄杰的这个做法，其实也是一种转移话题的动作啦，让韩粉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当韩国瑜不断的挨打的时候，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然后去凝聚这个团结度，然后把韩国瑜的不好推到我们身上。包含我去监督他的时候，其实韩国瑜最早说什么？他最早受访的时候一直呛我说。 我又没有要选总统，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来监督我？你是桃园市议员啊，你为什么不去监督金正恩在监督我呢？这是他一直在讲的话嘛？<laughs> 可是现在不是就被打脸了吗？当初你们韩天台所塑造的不分区议员，不就是因为我去跨区监督一个高雄市长吗？可是现在他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说他坚持不考虑二零二零的结果是，他就在考虑二零二零，而且他很摆明的就是要选总统。那今天不管是我或任何一个议员，台北市议员也好，或者一般的公民，大家其实都有责任跟都有义务去监督一个即将要参选总统的人。没有什么不分区议员，这时候不分区议员就变成假议题了。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永远都把韩国瑜做错的事情用转移话题的方式，或用罢免的方式来来转移掉。我觉得重点是你还是要好好的让你的。 这个你支持的人也要好好的做事，而不是永远只是喊口号。民进党执政三年，忽略了中南部三中，也就是中下阶层、中小企业，比如一地一休问题税反扑吧，我同意，也就是在寒流找到一个那个出气口、宣泄口。但是寒流主要两中啊，就请看。 退休金公教啊，为了九万变七万，七万变五万，为了几万块也也跟你变啊，跟你变啊变一种，一种是龙会系统，因为要改改成龙会总干事官派，你看，云林县的彰化县的花莲县的有没有？通通那些龙会系统都站站台站一排嘛，就龙会系统嘛，还有当然是中下阶层那些经济利益相对被剥削的，做我同意啊。 换句话说，明年是主权牌或国安牌，蔡总统、韩国瑜、民生牌，我同意。这两个竞逐谁胜谁负，我无从知道。但是转移焦点有用吗？就像我觉得已经把黄杰跟王浩宇两位誓言拉高到准国会议员高度啊！恭喜他们了、啊。你们韩文对他们是释放礼炮，你们要谢谢他们，他们是对你们释放礼炮了。我不把他当信仰。 英文叫 True Believer，真实信徒 True Believer 什么意思？耶稣做个比喻啊，什么叫真实信徒？耶稣说啊，真实信徒就是相信你可以移山。对寒流来说啊，没有山，他就跑过去了，就他是盲目的啦。退休金公教怨气嘛，砍几万块嘛，地方派系借壳上市嘛，回来了嘛，还有融汇系统唯恐被被关派嘛，还有地。 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下阶层三中相对剥夺感，我同意啊。但是国家安全、主权独立，这可不是用“花大财”两个字可以学、可以、可以糊弄的。看看几天前香港朋友来呼，大声疾呼啊，台湾人，他说你要以香港为借鉴呢。哎、欸，王杰小姐。 我想要先从就是韩市长他到底是不是任一一个总统来说起来，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说他面对呃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媒体，他都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国防外交政策。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他连这种基本的论述或者是基本的立场都没有办法表达，都必须要透过书面报告，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总统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国防外交。那请问他过去除了一再打击国军的士气，包括他说国国军像太监，然后包括他说他搞不清楚征兵跟募兵制的差别，然后说现在应该要并行，诸如此类，他只是一再凸显他对于国防外交的知识是零，他对于国防外交的能力是零。那请问这样子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只会让我们不断的质疑他而已。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呃，刚刚有说到韩粉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成一个疯狂的群众运动，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口径一致？那这个就是很明显有一个统一的。 呃，资讯的沟通管道在在透让他们发声嘛，让他们洗脑说这个就是一个统一的逻辑，遇到什么事情你们就这样想就对了。包括说长辈图之前包发生过一个呃苏贞昌摔笔的事件，那个大家也是在各个军工教或者是各个比较偏蓝的群组，马上就传遍了所有群组。那这个很明显都是有一定的动员力量嘛。 然后这个就是说，现在，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修国安法，要修呃国外,外外国人代理人登记法，或者是说反渗透法等等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因为我们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境外势力的威胁，但是我们没有一个防范的方式，然后。 让我们的主权不断的受影响，所以现在才要在呃法律上、法理上有一个防范的方式，有一个赶快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的民主素养有可能到最后是被这样子操作的，有可能透过这种所谓的混合战或是资讯战，然后让我们民众是就算。 我们身处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未来也可能一步一步的被吞噬掉，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希望大家都还是要保持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非常重要，而不是就尽信某一台说的话。那这样只会让大家不断的。 被这样的政治信仰所绑架，那绑架之后，有可能反过来，我们我们的民主会因此变得反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再说到说韩国瑜他，他呃转移话题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强。他前一天只要出一个包，他就会在想一个花招，然后去盖掉前一天的新闻。他会在马上，不管在议会前一天被骂成怎么样，隔天他就会在想另外一个新招，然后让自己。 不再过去的错误不再被讨论，这是他善用的一个手法。他从来不会针对问题回答，从来就是回避焦点，然后回避避重就轻。那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他真的是有能力的总统候选人吗？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借此来想一想說，说这样子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人，甚至他很多时候是在解决发生问题的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了、啊。 说小谎，因为跟我们的生活知识有关，马上会被抓包。但你说大谎啊，哦、啊，就不容易抓包。比如说发大财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例子啊。美国人把一九三九年针对纳粹德国的外国人登记法，在两年间重新启用。二零一七年，因为红色渗透、无声入侵嘛。澳洲也一样，主要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我们这节目催生出来的中共代理人法，主要要,要肯定张西元教授。 终于，现在民进到修华，第一件事就注销中间集团监是干票的干哦，不要打错了哈、哦，监干票的干，这是郭台铭先生讲了，中干集团干干票的干，每天洗脑。问题是有些笨笨台湾人就宁愿被被洗脑，听那个大谎言啊！《纽约时报》最精准，轻轻薄短小，说台湾人面临轻重还是轻美？你看他说啊。 韩国瑜在六月四号最佩服蒋经国、李光耀、邓小平，也、欸、是威权呢？然后呢？这句话再讲一次。《们六月四号》说啊，韩国瑜从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嘛，就一国两制嘛，并倾向与中国建立紧密连接以振兴台湾经济。那不是今天香港的送中条例一样吗？两位各自对年轻人做出呼应，尤其对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很多大学生。 研究生，包括社会青年，都在看我们这节目，因为啊，他们说啊，被压制的受不了了，看我们这节目做一个窗口，呼吸新鲜空气。所以，我节目很早的针对性，针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青年，来，不管对台湾内部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年轻人，全球华人来，请两位做出你们很诚恳的呼吁。来，浩宇，其实我觉得现在太太多的台湾年轻人对中国有太美好的幻想哦，因为其实就是有这些媒体不断的在洗脑。 告诉他们说中国可以赚很多钱，可是我的同学之间或者我的朋友之间真的到中国去发展的，中国还是一样，你不会因为你你你到了中国，你在台湾你的知识水平不到或者你的程度不到，你到那边就变上层，就大家不要对中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重点是在中国，你是没有权利去讨论政治或者去对于不合理的事情有任何的一个批评的，包含了我很多同学在中国遇到一些状况。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报警的，可能还要去塞钱或什么，警察才会受理吼。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守住这个民主国家啦。那韩国瑜其实。 和柯文哲，其实我觉得太投机的部分，就是一直在削弱，特别是柯文哲一直在削弱年轻人对中国、对独裁、对共产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警觉性。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站得非常明确。那我也觉得柯市长如果真的要选总统的话，在对中国的关系、对中共的一些立场上要更坚定一点，否则年轻人可能会对你的信任度越来越低。我在六四天安门事件那一天特别请 也来自四川的封崇德先生，他就是六四事件这个撤退的副总指挥。我多次提到这个四川，结果有一位四川某大学，我不要讲哪个大学哈、啊，不要，我我我不想害他啊。四川某大学学生说：“胡先生，你你在访问封崇德先生的时候，你只要提到四川，四川，我我就好兴奋哦。你」你你台湾人会提到我，然后他特别留言说啊，他不是香港人，他是中国人。然后他后来跟我说四川人，他完全。” 赞同我讲一句话，我们都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在政治认同认同上，我绝对不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绝对否认，我绝对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会支持中国未来的民主运动，会栽培人才。欢迎小姐，请你到互相勉励。好。 如果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的话，其实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渴望民主啦。其实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对于台湾民主自由的氛围，甚至是在选举时候有这种可以呃自由的造势，或者是自由的支持你支持的价值等等，是非常渴望的。那可是可以看到现在香港的事件、反送中，或者是说在新疆发生的这些集中营的事情，都一再的凸显中国它的威权体制是如何。 这么非常不健康的，在前制大家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还是你思想的自由，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如果大家真的期待也渴望的话，我是觉得这是要透过内部，真的是要慢慢的，呃，让自己从基层一个生根的力量。然后未来我们当然也希望，呃，看就是中国内部可以发生一些化学作用，可以。 呃，感受到这样子民主的氛围，然后当然在台湾，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这样的势力的渗透，而让台湾珍贵的民主自由被中国消耗、被中国侵略、被中国威胁。这样子红色资金也好，是各种红色的渗透，都已经确确实实的在我们地方上发生，在。 整个呃台湾社会发生透过媒体的力量，透过你邻里的力量，甚至他邀请你到中国去洗脑，再回来变成一个统战的部队，在地方上发生。这个都是我们未来一定要非常有意识一起来避免的。这个报纸我故意你看，先看，我把它倒过来看，请拉近，这报纸、快这报纸都哎都变广了厚啊。换句话说啊，恭喜两位啊，他們把你平平等变成。 很高位阶的政治人物啊，你看黄杰小姐、王浩宇先生，你看他们的论述，我也没有事先跟他谈什么，我让他自由论述，这是台湾民主的希望。但是我做个世代，我几乎跟他，后来我一看啊，我跟王浩宇先生的父，有一天跟他父母见面了、啊，我我都比他父亲的年纪还大嘞，哦，他父亲还小我一两岁，我把他们带带住如子弟啊，像黄杰小姐，我在琉球就把他当自己的子弟姊妹一样看待、啊，一路上啊，他们就在努力。 民主国家如何避免死亡？他们就在努力避免。台湾的民主怎么会避免结束？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希望。我们怀着信心、希望、爱心，我这个世代就是提供舞台给他们，平台给他们，继续发声，捍卫本土政权。我只支持认同台湾的政治领导者。感谢两位，未来我们有还有更多机会邀请你們来分享。谢谢，谢谢大家。